你经常忘东忘西，情绪起伏，迷路吗？你有这些症状吗？一起上课来检查。帮我们私自哈，人、时、地，可能都混淆了。我们有一个长者就是这样，他可能进去上厕所，他就不知道要出来。我叫我孙子帮我打手机看看啊，我手机在哪里？阿婆，你手机在手上呢。左上、右上。乐活不失智，星期二晚上9点，老同学我就问。